自从冯小刚、赵本山为主的央视春晚导演阵容确定之后呢，新的团队会把春晚做成什么样的风格，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啊。凡是啊曾经上过春晚的明星，最近这段时间只要一露面，就会被问到相关的话题。上过2011年春晚的相声演员李菁、何云伟最近在北京举办了他们的相声。